前天啊，都在听着、看着，疫情的问题多，看看一台台的推车，都是以人生永隔，这当疫情发生，不管他的地位多高，名多大，或者是财产多么多，或者是穷，这都是呢，一碰到了这样的新冠肺炎，一碰到了，那的确呢，总是要逃过难关呐、啊，真难哦，逃不过，总是这样倒下了啦。当我们在呼吸的时候，就是活着，要活得健康呢，也不简单。一旦老了、病了，姿势都很不自由，何况啊，有这样的疫情发生，所以人生啊，最宝贵的时候是健康，要赶快的好好的把握生命，来发挥生命的价值。我们要为人间付出，最好呢，就真正的守规律，那把握这个时候，好好的日日新，日日新，吸收一些呢人间的常识，能更进一步呢，把好的宗教的精神真谛都吸收。不管是任何宗教，只要好的宗教、正信的宗教，提起了，提起虔诚的心，好好的把心呢收回来，那真诚的心向着你所信仰的宗教，好好的忏悔啊！任何一个宗教都需要说忏悔，就如我们这衣服，你穿到哪里去了？因为呢，这到外面衣服呢，都会容易受污浊、细菌感染。我们看不到啊，但是呢，回来好好的再换了清新的。这都是表示呢，讲究卫生管理。这一波啦，这新冠肺炎还没有方法，就是没有方法，才是呢要自我自律，好好的顾家己，顾好吼，那要顾好自己啦。总是呢，还要顾好别人，因为别人假如受感染了，这一波的呢，不是一个人感染一家人的事，不是哦，一个
个人感染是一个社区，哦，也是一个社会，哦，不是哦，是一个国家。所以听到了，任何一个国家，总是呢，哪一区有了，就开始轰起。那再增加确诊，又再确认呐、啊，哪一个区也是有，那就开始呢。不只是风气，就要锁国了啦。这一波啦，真的是哦，事关重大呀。这是真是大灾，意气流行。这一波的一起啦。疫都是瘟疫，这病，所以呢，这一波的疫情病起了，总是呢，它扩散得很快，已经全球确诊大暴增啊，很多的国家都是自我封一锁。现在呢，全球都说啊，工业、商业，这个时候大家都喊起了经济。我都会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提起大忏悔，人人啊，要。把心呢，好好的要反省一下，这不就是给我们很大的教义吗？这一波的疫情啊，疫气啦，疫气哦，这个病气啦，不断在扩散呐、啊。很大，意气流行哦，所以全球确诊大暴增啊。过去呢，哪一个国家有大灾难，我们要赶快来呼吁呀、啊。从哪一个国家要过什么的物资，无不都是呢，穿的啦，吃的啦。跟现金去做支援。现在呢，这一波，我们也是为全球需要的呢，也在那里排队。这个停停哦是无番简单的，差不多咱已经一两月的水已经咧计划讲说要将应该交入来，但是每一项一日的问题总是无相。哦，有要多得到买，要怎搞入来问题？Magaan sa pakiramdam nung dumating na yung mga finally andito na yung mga tulong para sa ating mga kababayan, especially yung mga surgical mask. Importante yan, lalo na sa mga frontliners natin. Tentunya ini semua bisa terwujud ya berkat adanya dukungan dari pengusaha peduli NKRI dan seluruh lapisan masyarakat yang berdonasi melalui Yayasan Ceci. Nah tentu ini belum cukup ya, ini masih belum selesai. Kami masih terus berharap adanya dukungan dari semua pihak ke Yayasan Ceci sehingga kita bisa berbuat lebih banyak lagi. Ceci dan Ceci 向了天下多少个国家所需要，我们要不断的排队接到，赶快送。这就是这一波了，更需要呢，更多，全球人人都要提起了这一份大爱大虔诚。立大心愿，
向着向着这天啊，虚空啊，我们啊都要用虔诚的心，心心念念的虔诚，让周围的呢所有的天神八部啦，在我们周围空间呐，都能监察到了我们的心念，能看到了我们的行动，